完了之后，这边不用那个早期，一周没用，对，稍微对对一点啊，还没有话筒，手里也没有话筒，就觉得少点是啥？好，我试一试。感觉非常的不一样，和之前看到的所有的节目，是把我们国家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科技、现代的美学进行一个非常巧妙的融合，变成一个大家能够真正直观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的一个节目。我觉得给你给我这首歌，它首先讲述的是相互奉献、相互守候的这种感情。我觉得在重阳这个和长辈有关、和传承有关的节日里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精神是可以连接的。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很专业，然后也很有耐心地去完成这件作品。
哎，一个节目。这样，咱俩先把这个节目名给起了。王雪忘形，我感觉忘显得咱这挺忘的。忘不说有狗。对呀、啊，还是一个比较那个谐音梗。嗯呐，短不短？毛血旺，综艺节目好像仨字儿的很少，越少它越严肃，你不觉得吗？什么圆桌派？对，朗读者。再起一个字儿，对不？咋得四个字儿？毛血旺吧。他们笑了，反馈真及时。不到了，毛雪。俺们公司导演组，你说见笑了。把五个字也行啊。毛雪汪汪汪，就爱听这个，是不是？就爱听这个，挺好使的。我的天哪，这玩意儿这破梗挺好使啊。别到了，快记在小本上吧。没有小黑板，咱俩今天就干点实事啊。今天必须把名字、找人、找谁来。找谁来？那肯定得。不是，咱俩就先做梦呗，做梦想、啊。那我觉得巩俐行，也行。以前我们就是做节目啊，就往那 PPT 上能想谁就行。你邀嘉宾，你邀嘉宾，谁谁谁，咱就你邀呗，能不能实际邀到再说呗？我先写上啊，咱俩先把这个。你写吧，我看你写谁。不是，我先把那个毛雪旺写上，咱这不得五个字吗？三个字是有点单薄，怎么像咱挺严肃个节目似的，是不？笔搁哪呢？这儿呢。看咱还有笔呢。名儿，节目名儿，五个字儿，四五个吧。咱不能七个字吗？五十公里桃花坞也行，你要能顺下来也行。来看北大才女行。拜托了，毛雪旺。明日毛雪旺，毛雪旺的信号，了不起的毛雪旺，乘风破浪的毛雪旺，令人心动的毛雪旺，令人心动的毛雪旺之子，毛雪旺了。咱俩就这点才华，真的就这个名儿就卡住了。我老不会起名呢，我也不会。令人心动的毛雪旺，我觉得挺好。那别以为是人家令人心动啥的衍生节目，主要咱俩这个时长和体量也挺像。随便吧，毛雪旺。先把毛雪旺写上吧，是不？毛，哎，挥好了。雪，写哪个旺呢？写狗的旺吗？那么地吧，放那儿吧。先阵地吧，是不？